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什么什么？丽蓉哦。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他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叫丽蓉。是叫丽啊？丽蓉。哦，丽蓉。丽蓉。你就叫做丽蓉啊。Pineapple。陈曦，你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晨曦，英文名字叫什么？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Edison， 对不对？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啊？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叫糖果，我很忙的吃糖果。